再度成为筹委会主席，我最难忘的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又主办亚太文具协会联盟的年会，然后身为我们主要的成员，我们变成要把我们的能力分散，然后我们也要到海外去做推介，加上本土方面经济不是很好，我们也要到各地去推介，然后介绍王冠强，所以在时间上我们真的是很匆忙，所以感觉到真的是太忙了，这是最难忘的。我认为我们的筹委会各个都很落力的办好他的事，虽然间中我们也面对一些意见不同，但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乘着就是压力，然后面对竞争，面对这个压力，他们还是能够团结一致把东西做好。所以说没有完美的个人，但是有完美的团队。